新京路口，这时右侧一台机车违规右转，为了闪躲车身往左一偏，没想到吊臂重重撞上对向箱型车。 救护车抵达现场，箱型车车门都还挂在吊臂上。69岁宋姓妇人伤势严重，失去呼吸心跳，救护人员立刻将她送上救护车 CPR 急救！赶紧开始过来！他的丈夫不顾自己，也受到轻伤，急着跟上救护车，手足无措。幸好妇人送医急救救回一命，但人还在加护病房观察。警方初步调查，三方都没有酒驾。事发时间靠近中午，当时下着大雨，一台摩托车违规红灯右转，吊车为了闪避才会酿成意外。他躺下之后就开始口鼻自己持续的大量出血。 那我疑似他是应该是脑部受创，所以就是立即帮他做CPR。肇事的机车骑士是县府委托的居家服务员，当时大雨中正准备外送便当给独居老人，却在路口抢快违规红灯右转，导致一连串车祸发生。记者彭志明，苗栗报道。